瑞穗乡户政事务所为了鼓励乡亲可以结婚生育，建立婚姻家庭价值，将在20号当天邀请8对新婚夫妻及当天2对预约登记的新人，共同举行2020920爱你爱你就爱你的活动，同时还要赠送幸福玉手一枚，就是金铲子一指，要鼓励新人可以努力争产报国。修剪送子鸟图片，粘贴在心形图案上，做场地布置，准备迎接2020920当天来登记结婚的新人。不仅如此，户政事务所在县府的协助下，也准备小而美却意义非凡的小礼物给每对新人，当作结婚纪念品。目前瑞穗乡截至109年截至到8月底，目前的新生儿人数大概只有45位。那以目前的这个比例来讲，可能会是我们历年来算是比较偏低的一个情形，所以我们配合县政府，我们徐县长办理的一个9月20号的一个活动，爱你爱你就是爱你哈，这个活动，然后花莲真幸福啊，好运送这个玉手的一个活动。今天忙着筹备的瑞穗户政事务所主任谢文友开心表示，20号当天办理2020920爱你爱你就爱你的活动，除了是为当天结婚登记以及刚新婚的11对新人见证祝福，也将致赠幸福玉手一枚及金铲子一指，鼓励新人争产报国。那也希望当天9月20号早上9点半到10点，有一个致赠金铲子的一个活动，来奖励我们鼓励我们这个适婚年龄的这个一些民众啊，尽量来做一个结婚登记。政府重视近年来少子化所带来的社会冲击，而花莲县政府在各领域上更是积极营造乐婚愿生的环境。瑞穗户政事务所有鉴于从105年到今年，这5年来每一年乡内新生儿人数都没有破百，今年则全力推动鼓励新人结婚生育。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。